经常出来欺负我们可爱的喵星人，这样给他们牛的，一天天可哪窜，这不都泡了俩奶酪了，姨太我一只老鼠没抓着呢，还回头争气吗？耗子药给你们吃得了。敌方已运走三个奶酪，我跑跑你们这帮小耗崽子还想翻天不成？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的，看砸我是想你俩的，得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仅剩两块奶酪也被泡走了，这一个个给你们能耐的啊，一会儿就把你们送太空呀，这么热的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到但是哎呀，你带来起来了，坐火箭吗？你带我来抓你了，我就不信两只猫还搞不定你们四只耗子了，我去，还有我，老弟给我上吧，我教你教他们，看你当我面喝牛奶，那就别走了，上火箭，嘿嘿，干得不错呀，老弟又撂倒一个，回头给你加餐呀，哼，让那个小光跑了，换个人打算也是一样的，瞧人这个小家伙自己往我泡泡里面钻，那一套我给你刻啥呀，直接拿下呀，嘿嘿，损太空一人游了，有我在这儿，这个奶酪你们就别想带走哈，先吹个泡泡，看一下我咋的自己进去的啊，嘿嘿，还想打我，我跳 ，A B A B， 自己进去了，真乖，又来一个，还想救人，别做梦了，还是乖乖跟我走吧，嘿嘿，这样你们还没小菜一碟，厨房的火箭已经起飞了，那也只能带你来阁楼了，希望你不要见怪哦。呀，这是买一送一嘛，就自己往我泡泡里面跳，让一下我说你啥好呀，连买耗子药的钱都能省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小家伙还惦记着两只耗子呢，别做梦了。看一看我咋巧不陷阱，让你自己往里跳的。